家好，今天看我戴的是这个 N95 口罩，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今天要去那个日本园游玩，听说日本园里人特别多，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护的。那我们走吧。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日本园的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这个茶室。然后这个茶室真的很漂亮，听说它所有在搭建这个这所茶室里面所有材料都从日本然后运过来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日本茶社，完美的100%的还原然后复制。然后它这个茶室旁边就是一个像小池塘大池塘一样的一个池塘，里面有鱼啊，有锦鲤啊什么的，反正就是特别的一个唯美特别惬意的一个地方。我来到这里就是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就是想慢慢的静静的欣赏，慢慢的走过这个桥啊，然后石子路啊，慢慢的就是静下来与相信大自然和二为一的这种感觉。Thank you.
我刚刚进去这个茶室，然后本来以为是从外面看已经很美了，然后我进去之后才发现，原来他的意思是你边喝着茶，然后从里面看到外面的景象，那感觉又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特别真的特别惬意。然后我刚才就是坐在那里面，看着这个房顶上的雕刻，然后望着远处的池塘，真的是想好好享受这一个下午茶的这个时间。不过呢，我们的这个两个小时的这个游园的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从这个日本园出去了。不过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早上又不是很热，然后在这边真的想下午多待一会儿，在这边小憩一下，但是没办法了，我们下次再来吧，拜拜。倒影。Thank you.
哦，就是这个好像是这个主人就是去世了之后就没有人能打理这个日本园，然后他就是被放到了那个拍卖会上，然后哦对，拍卖会是1950年就是帕萨迪纳这个城市的一个拍卖会，然后呢 one of the people attending the auction was a local art dealer who purchased two antiques， 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艺术家想要在这个拍卖会上买两个就是那个复古的椅子，然后就是这个人，这个美丽的女士，然后她就是很快，她就把这个property 就是这个产业都已经卖了，然后就只剩下这个日本园了，然后就是这幅图的景象。另外一个出口，然后这个房子可能就是当年这个整个这个地产业的这个主人住的地方，现在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住的地方。